Hello， 大家你好，我系李卓威，门地亚天文台。这个周末6月24号嚟系 Quebec 省嗰个假期嚟嘅。咁呢个周末啲天气系星期六唔系咁好天，有好多云，唔系咁热。最高温度系23度，可能会有骤雨同埋雷暴。星期日嗰日嚟，啲天气系好啲，又多啲太阳，有少少云，可能有骤雨同埋雷暴。最高温度嚟系29度。你嗰日喺星期日开始会 feel 到会酷啲嘅。喺星期一喺6月24号嚟，我哋 Quebec 省假期嗰日大致天晴，可能有骤雨同埋雷暴喺下昼嚟。啲天气系几热嗰日嚟啊？最高温度嚟系31度、31度嗰日，加埋啲湿气嚟，会可能会 feel 到嚟40度。咁嗰日嚟会系几热嗰日嚟啊？咁而嗰日嚟，如果你出街嚟出边嚟。飲多啲水出邊咧，我係李卓威，門地下天文台，今日喺聖 Lambert 期待，再見啦。